二世纪啊，100多年以后建造的。这个城门呢，叫做哈德良之门啊，是罗马皇帝呢建造的。那当时建造这个城市，他就写了，这个是雅典之城，宙斯之城。但是呢，当哈德良皇帝来以后，他就加了另外一句话，加了另外一句话，就是哈德良之神之城，非宙斯之城，表示呢，他比谁要更伟大。那各位呢，这个城门看到呢，这个城门我们这样看过去，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叫做城外，啊，当时那边呢，竖这样子一排是城墙。那过了这个城门了，去到山顶下，一个方向，应该是城啦。咱今麦听就说在城外，城外的，哦，外城，哦，外城。经过迄个叫圣城来的，对。那过了那个城墙之后，我一边啊，我一边就睡。好，来，我在我现在是比我现在脚，这个脚已经有脚的感觉。